这表明台独之危害，世人皆知，连外国媒体也日益看清，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会造成台海形势紧张动荡。当前，台湾正面临着和平与战争、繁荣与衰退两条道路、两种前景的关键抉择。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，台独工作者就是麻烦制造者、战争制造者，认清独独配就是害台配，坚决反对台独，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正确轨道。